透过画作或音乐，透过那些媒介，你可以
你可以把你心里面所想的表达出来，所以其实它是一种管道。对，那也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亚克力颜料这个东西其实很适合我，因为它很快干，它可以有像油画的材质的表现方式，可是它不像油画那样就是在家松脂油画就可以再被调色，它其实画完你就不能改了。对，那我觉得跟我个性一下。对，那这是我在2010年第一次办的公开展览，然后这个展览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旁边很多那个椅子上面放很多文宣，就是我去环资，然后还有去 Greenpeace 拿的立案，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那个英国油桶的存钱桶。后来就是刚好那时候有那个每个人去认养白海豚那一次，然后那个后来那个是拿去就是给大家可以捐款跟募款，其实募到蛮多钱的，我觉得有400多块。对，然后就也是全数就捐给那个环资。对，那最后就是这一首歌，就是这个歌词，就是我跟大家讲，其实这个歌词是公共财，因为我根本就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想，就是我只是觉得，就是核电这件事情很扯，然后核电就是体积又跳电，然后核四就是大家都知道病重要赔钱，所以很多人会说一句话说他不支持核电，但他不会反对核能，但这句话其实也是有问题，就是基本上核电现在在整个替代能源里面，其实他已经落伍了，他是完全落伍，就是其实有更好的选择，但是台湾只是看我们的政府有没有魄力要决心去改变这样。对，那我现在还有15分钟左右，我就唱一下这首歌。对，然后我也会唱，就是华光社区，的一首歌。那首歌是，也是3、4月那个时候做的，就是我觉得很有缘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上班其实都会经过金华街，然后我那时候认识金华街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完全还没有贴那些布条，然后那边的老树跟房子让我觉得很不像台北。对，但当我认识我来上公民记者课之后，就是彭老师就带我们去采访，然后那时候采访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它即将被拆迁，所以它给我的感觉是我才用另外一种方式认识台北，看到台北的另外一面，只是它马上就要面临就是要被拆迁的一个命运，所以我那时候就也是非常愤慨，就写了一首歌。嗯，好，那我就等一下就是先唱这首歌，谢谢大家。
Thank you.
束，拜拜。还有给你提问。真的是太棒了，有敲到你的心的。